庆节快乐！我用的手机是华为，开的车是比亚迪，穿的服装是汉服。我们是中国的花朵。美国迟早会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今天凌晨啊，台湾艺人包括吴康仁、王力宏、伊能静、王心凌、汪东城、张韶涵、杨宗纬等一帮人啊，还有很多啦，在微博上表态了庆祝中共十一国庆、祖国母亲、新中国成立75周年快乐，诸如此类的文章。那其实啊，吴康仁在前几个礼拜宣布要去中国啊拍片进军的时候呢，就已经惹出不少争议了。而很多网友也翻出来，你为什么不去中国发展？因为当时吴康仁说，在台湾发展挺好的，钱够用即可。包括有些网友翻出了他十几年前的这个反服贸，而且反服贸那个时候最大的争议就是跟中共国有关。前几个礼拜啊，很多台派指出这样的行为啊，吴康仁舔共啊，就算没舔，迟早会舔的。当时这样的这个举动被很多这个草民们说是在猎巫。那今天可算是还台派们啊，或者是所谓的青鸟们清白了。当然啦，一堆的灵芝草还是有办法去洗地的哈。说什么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谁叫台湾没有这个人口市场的红利？不要怪别人去舔共。是啊，相信这个我们台湾的领土面积可以生出个3亿5亿人啊，这个时候肯定就够了。到时候看这个台湾人是要住跑房还是住怎么样，这个生活空间越来越小，这或许是你们想要的所谓的人口红利，或者是说我们要去进攻菲律宾啊，把日本拿下，把韩国也打下，增加我们的国土面积，增加我们的人口，我也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了哈。总之啊，他们就说你自己台湾没有人口市场，就不要怪别人去舔共。当初说好的政治归政治，娱乐归娱乐，音乐归音乐，体育归体育，说这句话的也是你们，现在又变成不要怪别人舔共的又是你们。你看啊，这个时候啊，政治又可以跟娱乐混在一起谈了，包牌你们最会啦。你看啊，荷兰啊，或是北欧的一些国家，丹麦也好，芬兰也罢，人家北欧之类的小国家明星到欧美影视圈或者是这个好莱坞去发展，人家有说美国是他祖国吗？人家会说美国国庆快乐，然后转发这个美国要大一统自己的北欧的国家，都是什么日耳曼人或是什么奥地利人跑到德国发展，说什么呢？锦绣德意志，日耳曼一家亲，奥地利迟早要回归的。你有看过吗？我随便举个例啦，像是这个怪兽与他们的产地，有一集最新的叫《邓布利多的秘密》，这部电影饰演格林戴华德的演员，他是很有名的演员嘛，米克森，他是丹麦人。那他在丹麦跟欧洲取得成绩之后，近年来也接到越来越多英国或是美国之类的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像是《奇异博士》、《007》系列的《星际大战外传》、《印第安纳琼斯命运转盘》，甚至是最近这个怪兽与他们的产地。难道他会说他的祖国是美国是英国吗？因为啊，美国的市场，好莱坞的市场给的钱不知道是丹麦国产电影的几十倍啊。你有看过他讲这个话吗？你有看过那些丹麦人说，哦 OK 你去舔美吧啊，然后你要支持美国要统一丹麦。虽然美国没有要统一丹麦啦，但美国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是啊，他有这个实力。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一堆丹麦人在喷，你不要怪这个米克森啊，他认同大美国主义，那只能怪我们丹麦人口红利少，怎么讲丹麦语的人也少，是吧？美国太强大了，所以我们要舔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听听是多荒谬的理论啊，换到其他国家都非常正常，换在台湾，哎，就是台派在猎巫。哇，昨天我才跟一个我采访过的中共前官员在讲这件事情哈，他说为什么会有台湾人觉得在中国发展，中共可以让你政治归政治，影视归影视，体育归体育呢？他笑到无法自我。他说尤其是娱乐影视产业啊，中共是一个政治挂帅且有绝对强制力的政府，根本就不存在政治政治，体育体育，音乐音乐，又不是说哦民间反对，只是民间反对，政府不去强力执行。不好意思，就是他们的政府会强力去执行这种东西，不然为什么连在中国的街道上穿日本和服都可以被公安，都可以被路人打，公安也可以把你带回警察局啊？为什么呢？他说啊，这也是中共的套路，让台湾人去习惯这件事情之后，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台湾跟中国可能是一个国家，对吧？再用这个人口市场去洗脑你，哦，是因为台湾能力不够，所以人家去舔，不要怪别人。这个时候台湾人会因为
生活在民主自由习惯了，也会把中共想着是民主自由，所以呢底线会一退再退，甚至你还会帮他找各种借口。你看台湾市场太少嘛，所以人家去舔，不要怪别人。你看哦，在这个民众党崛起，尤其是柯文哲这个宣布选总统之前呐、我们对于舔共的台湾人包容没有现在这么大哈、甚至还可以反过来继续在赚台湾的钱，是吧？两边赚，三边赚，四边赚。但如果你是一个台派，不好意思，你就只能赚台湾。以前呐、他说那个时代，甚至是连小草都是讨厌这样的舔共台湾艺人，结果现在反而这些小草为了反民进党政府，反而去帮舔共者说话。把自己的底线一退再退。当然啦，林芝草会说他们自己也是反共的，反共不是民进党的专利或是台派的专利。那你们为反共做了些什么？或是你帮助这个世界认知中共了什么？你在国际上无论这个影响力是大是小，你为台湾在国际上出了多少的心力？当然啦，每个人能力有限，但问题是你做了什么？影片到这里，先来感谢一下本集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想抵御病毒和零日攻击吗？ Surfshark NT Viral 可以帮你做到哦，而且它还会在恶意软件危害你的设备之前呢、对其进行及时的阻扰，还有摄影机、摄像头的保护功能，防止他人试图恶意存取。另外，也推荐他们旗下的 Surfshark Search， 除了能够获取真实且有效的搜寻结果以外呢，还能杜绝广告，在几秒之内竟然可以获取不受历史影响的准确搜寻结果，提供您在网络上全方位的保障隐私。像我最近这几天在华府国会山庄开会，那为了防止一些恶意人士要窃取我的信息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 来双重保护我的网络安全。现在就点击我们的连结 surfshark.com/fun-tv， 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 Surfshark 服务哦。赶快透过下方的资讯栏来了解一下 Surfshark VPN 吧。更搞笑的是什么？墙内的小粉红也不买账，吴康仁表态不到位，因为他虽然转发了人民日报的中共国庆宣言，但是他附上的文案是什么呢？锦绣中华，仅此。但我必须说啊，锦绣中华这个词啊，从去年前年本来就不少台湾的艺人，就连部分的中国艺人也会转发，明显是个模板复制贴上。所以你看到了哈，小粉红的这个底线也是一进再进，以前可以锦绣中华，不好意思，现在连锦绣中华都不行了，必须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字真言，而台湾省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反观台湾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底线是一退再退，因为在我们国内还有人是支持小粉红中共那样逼迫我们的底线一退再退的立场哈。当然啦，中国的 A 股最近也短短不到一两周的时间啦，涨了10几20%，让小粉红们高兴坏了，乐了。结果小粉红自己可能也没有买哈，他就拿这个呛中国经济好转啦、飞涨啦、打脸台湾啦。好，我姑且论你这短短的一周内打脸我们台湾了，那我们放眼这3-4年，你不是被我们打脸了3-4年吗？你反转个一个礼拜，然后是我们被打脸，那后面前3-4年都不算。而你这么说，不就代表中国经济前几年确实大不如前吗？所以你说中国现在经济好转了，你懂这个逻辑吗？而且你想一下，中国国最近这一两周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创新产业？有什么新的东西引进来了？所有外商扩大投资，或是有什么政策让大家去把这个股市冲高？是什么的自由市场机能导致你们的市场冲高的？你说不出来啊，因为这就是央行下去套的嘛。我不知道你们在乐什么？为什么大涨之后抛售的人更多了呢？不继续等 A 股涨到4000点、5000点，甚至6000点呢？习近平为了保明年公布的数据 GDP 好看，下猛药，而这个下猛药也否定掉前几个月李强总理说的啊，中国的经济刚刚这个恢复嘛，固本培元嘛，不能下猛药。这个政策说反就反，所以你们是傻了吗？细节我过几天会放出我跟小翠时政财经在 Vegas 拍摄的访谈影片，体制内的，他以前是这个体制内的，包含他现在很多家人也是体制内的哈，他会提到中国 A 股的问题，还有中国经济的问题啊。过几天等我剪辑好再打脸你们。而哈林的前妻伊能静还跑去参加中共国国庆晚宴，那比较奇葩的是胡锦涛缺席，看来伊能静比胡锦涛更爱共产党啊。所以我跟你各位说，如果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你也要做到像这条影片一样，到底是高级黑反串，还是真心的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样说都行啦。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影片吧。答应我，我爱国的警花走，
我用的手机是华为，开的车是比亚迪，穿的卫衣是中国李宁，衬衫是鸿星尔克，裤子是特步，鞋是安踏，我用的麦克风是大疆，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最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最喜欢的食物是火锅，最喜欢的服装是汉服，我最喜欢的语言是汉语，最喜欢的文字是中文，最喜欢的语句英文是 China， 我最喜欢的国家是中国，最喜欢的省是台湾省，最喜欢的岛是中国的钓鱼岛，我最喜欢的游戏是黑神话悟空，最喜欢的电影是战狼，最喜欢的节日是国庆节，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其实你说了很到位，所以我说为什么像反串高级黑也可以啊，是吧？有人可以脑成这样吗？而且我觉得你少了一句，你的护照必须是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护照，对吧？你要带上这一点，你才会流量高捧，包含台湾护照。我们接着继续带大家来看哈，美国迟早会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家手机录一下，我用中英文说一遍，发到视频号、抖音号，绝对10000000点击量。手机拿起来拍摄，准备啊！中英文对照，我是李阳，我坚信只要中国教育强大，美国迟早会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I believe sooner or later America will become a separate part of China. China will win. 所以你看嘛，这就是我说的高级黑，他到底是认真的还是高级黑，你说不清。在中国说话必须得阴阳怪气的，不然你可能会喝茶或是封号。你看他说了，中国如果教育 OK，那就代表现在教育不 OK， OK 的话美国就是咱们的，那就代表现在不是，而且咱们的教育也不 OK。 你要去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说话的细节跟逻辑脉络是怎么样。你说高级黑也 OK， 你说他这个符合正能量，他要让美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OK， 这也对，所以这才是厉害的人啊。希望这个过去舔共的，包含这个小天天啊，他说台湾因为没有中国这么好啊，包含言论自由那些通通造谣的都没有中国这么的啊好啊，所以中国是很厉害很牛逼的国家，所以他必须得去。还有像这些台湾艺人，如果啦你们以后成家立业，必须让你们孩子是入中国籍，且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哦，要搞清楚，然后让你们孩子读习近平思想，戴红领巾，还有各种的这个入党共青团少先队，然后呢让你们的孩子接受这条影片的教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人手不够从工来凑，自愿上岗不要工资，年龄不限服从安排。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人手不够从工来凑，自愿上岗不要工资，年龄不限服从。这个绝对是老师或是家长要求小孩子去摆拍的，我也不怪小孩子。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呢？希望这些舔共的台湾艺人可以用自己的孩子入籍去实践体验，给台湾人证明一下。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喜欢记得订阅，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八九，下次见，拜。